近日阿嬌終因同正式復工，仲同內地一位網紅喺抖音直播帶貨，但係就俾網民質疑佢唔係阿嬌本人啦，仲話佢明顯發福唔少啊！為咗證明係本人，阿嬌仲尷尬咁即場獻唱咗 Twins 嘅經典歌曲《女校男生》，俾網友驗明正身。不过隔了几日，阿嬌就在抖音 post 了一条新片，穿着松身衫的她对着镜头甜笑，还向 fans 派心心，而最重要的就是她的瓜子面都翻回来了。